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展。没看今年选择就地过年吗？嗯。春节假期咋过的？其实在家里吧，就看看电视剧，然后看了看《斗罗》啊。就基本就是刷剧度过了，是吗？对。有掌握什么新技能吗？新技能？没有。没有，刷剧就够了。对。那因为再度来到微博之夜，感受如何？其实吧，既紧张，然后又有一点小小的压力，会觉得说，微博是一个大家现在日常都会去了解资讯的这样一个平台，一个工具，到微博来参加微博之夜，其实自己还是有一些小压力的，那对你自己来说，你会把微博当成一个什么样的？当成一个其实就是可以了解最新资讯的这样一个平台。对。那所以你最近在我们微博上有盖到什么好玩的资讯吗？挺多的，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每天看到微博上面有很多那种特别有意思的，然后特别有趣的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小视频啊，什么猫猫狗狗啊，还挺可爱的。会偷偷自己刷一刷看。对，哦，还有一些表情包，默词让自己发。对对对。对。了解。你看你之前给妈妈做情人节礼物的那个水托，有送到她水托。还没来得及，尽快吧。本来想问你就妈妈的 reaction 是什么，但还没有送到手。送到了，然后再分享给大家。好的，因为在过去一年，你有《狼烟下》《斗罗大陆》两部作品和观众见面嘛？两部作品拍摄时间也相隔了一年。是。对，你的状态是什么？你觉得自己？你说我当时表演的状态？对。可以说是会比第一次演戏要从容一些，因为第一次我记得第一次演《狼烟下》的时候还是。非常非常的紧张，对，到后面斗罗的时候，会从容一点，会忘记紧张的一些场外因素，会让自己投入到自己饰演的这个角色当中。你说斗罗吗？对。打分的话，及格吧。及格，及格，及格。再进步，我知道。嗨，是。那为什么就一看七怪小伙伴嘛，都会冲？战总，这个为啥？战总，是吗？我特别爆料啊！这些花絮都会说啊，战总如何？哇，我都有一点忘了。你都不接答？对，有一点忘了。估计大家觉得可能我，老请客。你是不是很经常请吃饭的？也没有了，其实就片场，因为我们拍的很热嘛，夏天拍的，然后横店呢天气又特别炎热。然后我就经常会请大家喝一些水啊什么的。那如果要说自己肖战跟唐三的相似之处，你会觉得是什么？比较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吧。就希望照顾好每一个人。那最后跟因为新一年了嘛，跟新浪网友比如说新年祝福或者什么话要说？好，那新的一年祝大家顺顺利利。健健康康，虽然这个是一个很朴素的这样一个祝福，但是我觉得它最实用。